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行动，又到宵夜时刻，今晚来整点大餐。浑水摸鱼，相信这道菜大家一定没有吃过吧？咸中带辣，辣中带甜，好喝好喝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追剧怎么能没有吃的呢？这时候上铺就体现出来了。牛肉粒呀，长起。看这牛肉粒色泽鲜明，一口咬下去，天啊，嚼劲十足，一口一个，好过瘾啊！哎呀，盖衣服啦，直男开窍不得了啊！熄灯后的女生宿舍，刚刚的货一会回来，手里还拿着一袋东西，看来又到我行动的时候了。棉花糖，走你，看看还有什么？吐司面包，走开，让我瞧瞧还有什么？你乱干嘛呀？我是怕你床上有老鼠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你们老说我干着啥不行，偷吃第一名，那今天我就要好好学习。鱼肠是吃的，鱼肠我倒要尝尝味道怎么样。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没想到居然还有零食，看来以后要多学习学习啊。这鱼肠 QQ 弹弹，味道好极了。你也准备来四万块钱？没有没有，我在好好看书呢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今晚整点大餐，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我的鸡翅呢？谁调换了？算了，鸡蛋简单也是鸡，对吧？一口一个，碎碎碎碎，太过瘾了。哎，这写什么呢？减肥，减肥是不可能减肥的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减肥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，行动，今晚整点大餐，你一定非常喜欢。哎呀，我懂了，那你自己不吃的哦，我自己吃。这豆干 Q 弹爽滑，有嚼劲，而且低脂，吃了还不怕胖，太 nice 了。哼，你以为我真的会吃你口水吗？哦，有零食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据说木糖醇要凉一点嚼才更好，那我两包木糖醇饼干一起吃，长不长彭于晏？那能不能获得一个长得像彭于晏的男朋友呢？哇哦，这饼干酥酥脆脆，真好吃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没完怎么办？好吧好吧，难不倒我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是吃泡面，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啊！麻辣爽口，暗淡了。吃面不喝汤，猪腿尝不像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哇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请我吃东西？好香啊！你要来点吗？这，你要怕我吃不完？光盘行动给你看。哇，麻麻辣辣的，这肉质紧实，好有嚼劲啊！话说，刚刚你是激我的吧？都是辣椒，我怎么吃啊？明天我就把你煮了吃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哇，太漂亮了，我也要做。准备一个盘子，没有桃子，就用我们粉色的饮料替代吧。噔，做好啦，好漂亮啊！哇，粉粉的，简直戳中我的少女心。先试试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哎。就是凉粉好像放多了点，但还是很 Q 弹爽滑哦。Nice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嚯，请求支援，拿去。是我眼花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小了？好吧好吧，着急，现在尝一口味道怎么样？哇，金针菇咸甜适中，味道好极了，但愿每一根金针菇都能留着是我自己的牙缝。要来一口吗？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追剧怎么能少得了吃的呢？你们平时是不是这么抠这么开零食呢？给大家展示一下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噔噔，完美。哇哦，这鱼饼酥酥脆脆，真好吃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好饿啊，还有在床头发现了这一袋猪肉干，我帮他尝尝味道怎么样。哇哦，量好多啊，我就吃一根，他应该不会发现吧。这猪肉干味道醇香，嚼劲十足。这是我送学弟的。哦，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睡了吧睡了吧，嘿嘿，终于可以拿出我珍藏的零食箱了。金灿灿的辣串你们吃过吗？长这样的辣条谁吃过啊？一口下去，辣椒油在嘴里溢开，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。吃饱喝足，晚安，么么哒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七夕学长送了我一盒蜂蜜，他说可以滋润肠道，美容养颜。学长老是叫我多喝热水，蜂蜜冲热水一定没错啦。看看这丝滑的蜜汁，仿佛在水里翩翩起舞。剩下的甜点不能浪费学长的心意，用一根小筷子疯狂搅拌，饼一饼。果然，学长送的就是好喝。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哎，双十一过后，生活真是越来越惨了。平时都是喝白开水，吃吃小馒头，而现在也就只能吃吃叫花鸡了。哎，惨惨惨！熄灯后的女生宿舍。又到宵夜时刻，搞点零食吃吃吧。自己有两给我。安了安了。
我一定会留一点给你的，点是多少？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够了吧？剩下的都是我的了。话说不够再来一点，我真是太机智了，孩子，这位管够。